鬼仔巷是位于戏院巷及磁场街之间的后巷，为吉隆坡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晚上12点，弄除了由老房子改建成的商铺壁画，还保有吉隆坡历史最久的百年街灯。鬼仔巷名称的由来虽然没有正式记载，但与鬼怪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个名字是源自于长辈们以鬼仔呼唤雨天在巷弄里嬉戏的小孩，久而久之，附近的居民就称那条巷为鬼仔巷。另一种说法则是这里聚集了许多赌鬼、烟鬼、嫖鬼，因此这条巷被称为鬼仔巷。鬼仔巷位处于巷弄，是当时许多华人居住的地方。这里的居住环境杂乱，一间间屋子被分成几个小隔间，出租给不同的租客。一家几口共用一个房间是常见的事。鬼仔巷因长期无人居住及日久失修，直到后来这里再次经过整修重建，除了保留鬼仔巷百年历史留下的建筑之外，还增加了几幅壁画，以壁画来描述当年居民居住的情景。磁场街它是以售卖各种手表、衣服、首饰及地道小食而闻名，除此之外，它也是马来西亚国内及国外的游客必到的观光景点。磁场街一带有许多出名的餐馆和小贩中心，并售卖马来西亚的道地美食。来介绍一下美食。点的是生虾拉拉米，里面有虾子跟辣辣，也加了不少的姜丝，还有绍兴酒，味道不错。西为中央市场，现称中央艺术坊，建筑原本用作传统市场之用，现改建成马来亚艺术及工艺品市场。里头可以找到许多具代表性的纪念品及部分类的工艺品，包括手工艺品、乐器、饰物、摆设、传统风筝和灯饰等。游客也可看到一大片的干货墙等，也有一些伴手礼。灯饰艺术品、纪念品、摆设用艺术品、古董椅子、一些手工艺品。
板是用小吉他。磁铁纪念品。这么多人挤在这边，应该是在换钱吧。一些马来名产。这也是磁铁纪念品。马来名产。厨师，手工艺术包包。还有我喜欢吃的巧克力。伴手礼店。巧克力居多。赞美回教堂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回教堂，其坐落于敦霹雳路旁，同时也位于巴生河和额玛河的交汇处。赞美清真寺也俗称周五清真寺。1965年国家清真寺建立之后，赞美清真寺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悠久的历史，依然是吉隆坡非常具有标志性及独特性的清真寺。成立于1989年的吉隆坡图书馆，是一栋大型的3层楼殖民建筑物。它既是一间公共图书馆，也是一所重要的资料中心，收藏有关吉隆坡市的历史资料，并有关于吉隆坡的展览供游人参观。
苏丹阿都沙漠大厦是马来西亚吉隆坡重要的地标。这座大厦有高40米的大钟楼和闪亮的铜圆顶，是前吉隆坡高等法院的所在地。1957年8月31日的午夜，英国国旗在这个具历史性意义的地方最后一次被徐徐降下，马来西亚正式独立。布特拉清真寺，俗称玫瑰清真寺、粉红清真寺、水上清真寺，是马来西亚行政首都布城的一所清真寺，位于布城湖旁。布特拉清真寺之所以呈现粉红，是由玫瑰色的花岗岩所建构，寺内空间宽敞，可容纳15000名朝拜者。礼拜殿由12根巨柱支撑，造型简单，端庄优雅。穹顶的最高点离地有250英尺，尖塔高达116米，是这地区最高的尖塔之一。非穆斯林可以进入该清真寺，唯需穿戴粉色长袍才可参观。肚子饿了，来吃饭了。先来杯冰凉的饮料。上菜了，芥蓝菜、炸春卷，当然还要有在地的肉骨茶。